Hello，Hello， 谢谢逛完生龙花之精粹。所以栗子吃了几颗？他吃了大概三颗吧，因为他刚吃到巧克力的，他吃到啊，很快就吃到巧克力的，然后之后就没胃口了。不是我们的问题。Hello， 这个点点头送的温手礼。隔天肚子还是没事。Hello Seven， 谢谢专情我送的爆竹。Hello， 巧克力真的不太 OK。特殊水饺要不要生日会弄一个？为什么我要弄？麻烦、欸。Hello 祝 Good morning。Hello 大胸糖。哎呦，啊是一子啦。Hello 阿萧，谢谢上庭送的红白圆帽。Hello 小白兔，谢谢沙漏送的比心。Hello 勇哥。Hello XY830，谢谢笑笑送的告白气球。Hello 嘉阳 ，Hello 希乐。我觉得巧克力真的很难吃，就是很怪啊。谢谢声音送的枫叶，谢谢茶杯送的爆竹，谢谢茶杯送的爆竹。Hello 翁姐 ，Hello 南宫之阳，谢谢勇哥送的告白气球。Hello， 谢谢原来分享直播间，看到我想吃水饺，先不要。其实最可怕的是，他们说是栗子馒头跟那个梅子。但我都没有吃到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因为我们都是一口塞啊，就是因为不能吐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一口塞，啪，然后就，然后脸就会肿在一起。然后可是我都没有吃到，所以我觉得很可惜。既然要玩了，却都没吃到，哎呀，早安，青云。Hello， 卓诗峰，嗨嗨，人好。提议要弄的，我们看了一个，就是之前的，就是有个影片，就是他们喜欢在水饺里面包一些，就是不是说包一块钱嘛，然后呢，那我们就包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，这样。然后我们就乱，说你们想包什么都可以，就随便这样。然后我们就自己带了一点点东西这样，然后我们就乱包。哦，比如说我那个巧克力真的很难包，因为要切一半然后塞进去。哦，对啊，亮亮在直播。哦，阿杰就有事啊，可是因为之后我们又就是比较忙，所以就一直约不到阿杰，可惜。蛮想看阿杰就是苦恼的脸。我的高丽菜没有东西。包没有，其实我们一开始包的很正常的大小，但因为我们的馅料有点用不完，然后我们就越包越大颗，就很像有没有吃过温州大馄饨，我们把它包的跟温州大馄饨一样，然后皮又一直拉很薄这样，然后把它塞进去，超级大颗。其实我吃到第三颗的时候，我觉得不行了，也太薄了吧。结果，还好有吃完，不然剩下那一些哦，我明天应该也很难自己一个人吃掉，因为我很怕吃到一些诡异的东西。对，我要煮高丽菜，我想要吃菜，我昨天吃火锅也刻了超多的菜，但一直觉得不够，因为吃水饺那一天啊，就是。早上去了那个东体，然后但是就是啊，有吃一点东西，哦，吃它的关东煮，它的辣豆腐蛮好吃的。然后之后就吃了那个水饺，吃了十几颗之后，我就吃不下去了。然后那天都没什么吃，然后也没有吃菜。那水饺真的饱到天际，大家千万不要。尝试这件事情，
不然有胆子尝试，就是要有能力把它吃完的。因为其实我们到后面有点吃不完，就是很庆幸，很庆幸姐姐跟她男朋友回家了。她说：“嗯，可以帮我们吃一点吗？”所以最可怜的应该是姐姐的男朋友。因为我没想过会这么多，有点死力吗？谁？难怪他们今天就逃亡了，已经回台中了，不敢再吃我的地狱料理。对，他是一个很可怜的受灾户，可以这样说，他是受灾户，你知道吗？可怜哦，很幸福。偶像包的有毒水饺。好了，如果我有个崇拜的 idol， 然后里面包水饺，就算里面包的是朝天椒什么的话，我也吃了，好不好？我也吃，我懂你们的感受，你们的意思。找你当受灾户，来不及了，我们已经玩完了。不是我们玩完了，是我们已经结束这回合。听起来好像就是别的。Hello， 耳机酱。啊！等一下，我再敲一下我的脚架，因为我要开火，不能让手机靠近火。看一下怎么敲比较好，我怕你们进那个洗手台。爱姑，等我一下哦。好，这样子吧。我们先来弄高丽菜的部分。橄榄油嘞，Hello 班长 ，Hello 清明，现在好像蛮多人开播的，已经没有那个了，那叫什么？厨房纸巾了，又要买了。有煮饭之后啊，厨房纸巾就用得很快。这也是一笔开销呢。有什么？你说厨房纸巾吗？安安超级滴滴 ，Hello Takoyaki， 你为什么要成为神话？过年回家跟家人玩，说你吗？好，加油哦！朝天椒的新名有故，有故有故。我们只有吃阿妈的辣椒，但他们就已经辣到已经就是失去语言能力了。但我真的觉得阿嬷辣椒还好，就好吃啊！而且其实我包的其实算蛮大块的，阿嬷的辣椒的部分。可是我真的觉得还好，我觉得他们太浮夸了，他们在训练演技，每个都可以成为演员。张武好，你好啊！昨天被朝天椒的辣的汁喷到眼，为什么会喷到眼睛呢、啊？太诡异了吧！这样子眼睛没事吗？突然想到一件事，这样眼睛应该会很有问题吧？不是说你有问题，是你的眼睛的部分应该会很不舒服。那就不得是个。Hello L，Hello 杜，Hello 小亮。弟说其实没有人喜欢吃水，没关系，我也是。Hello 马尔基斯 ，Hello 超哥，谢谢博弈送的玫瑰 ，Hello 品轩。今天切到而已，拜拜去忙了，我想说你去拜拜，拜拜。
用扯的。等下你在吃的时候，所以你是吃一个很新鲜的朝天椒。哇，你也是很厉害耶，你是不是一个吃辣大师？谢谢妈第四分享直播间 ，Hello 阿如 ，Hello 哇哒，哇哒哇哒，是不是很暗啊？亮点好了，嗯，这样好像比较亮。哦，剥皮辣椒，哦，好吃。什么项链什么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项链什么？就是项链啊。Hello 淡蓝色的忧伤，谢谢人豪送的比心。小心又小心，一起心连心。街上的情侣最耀眼又最吸睛。这个活到底有没有在开呀、啊？拿到红包吗？拿不到。看吧，你们就是一颗球球而已啊。谢谢阿如分享直播间，嗨嗨，午安午安。它就只是一个球球。哎呦，有开始热咯，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，熟悉的声音最对味。谢谢人浩送的文手礼，嗨嗨，午安午安。Hello 西瓜，お久しぶりです。好痒哦！最近家里出现蚊子，我有一次睡着在沙发上睡着，然后我的左半边，因为我是这样睡，然后这半边是露在外面的，它就直接在就是咬了我四包，在同一个地方，同一边，脚上就三包，然后手上一包，超过分的，超过分的，为什么不就是分散一点？放在一起是一件很过分的事情哦，不是小黑蚊，就是我不知道，就是那种普通的蚊子，普通的，普通的蚊子，很过分的普通蚊子，太过分了。蚊子要过大肥年，先不要啦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就只是想睡在沙发上。是太饿还是人太香？应该是太饿。他应该只是单纯的发抖哟。今天来前岛，好的。可能是大家都要去大扫除吧。今年没办法大扫除，我们家。应该说我妈可能已经扫好了，大概扫好了，但我没有参与到这一 part， 回不了家啊啊啊啊啊啊啊。怕你家蚊子可以咬你，也可以被你打，什么意思？你是我家狗吗？为什么要咬我？还是你是美玲到处咬人？啊，我要买到票啊！我买的是台中的票。胡椒粉，它自由落体了，吓死我了！当狗也不错，不要啦，当什么狗狗？放松事故，大港没票了。对，好像有那个大港开唱的部分。大港很远呢，在高雄。我其实只有去过一次高雄，那个是去垦丁，有一次是跟朋友去垦丁玩，然后经过高雄。我相信那应该不太算去过。然后有去过的是小时候，爸爸带我们去。想当五五，你当六六，六六是莎莎呢。而且其实我也想把它换掉了，你知道为什么想换掉吗？哎，我真的觉得我资讯来得太晚了，因为那个
莱尔富有那个助六的抱枕，然后我是现在才看到，我就来不及了 ，It's too late， 要求，那超可爱的啦，搞什么？仓鼠什么最卡哇伊？竞标六六不行，蛋糕直接被我丢掉。没有娃娃这种东西本来就不能留太久，因为那叫什么，它会有灰尘跟尘螨，然后我这边又不好清理什么的或晒干，所以只好跟他说再见。但还没找到替代品之前还是不会跟他说再见。像他就像那什么枕头，然后塞在我的床的旁边，塞好塞满的。爱他就不要弃养他，那你背后天使的光吗？不是，只是今天的太阳而已。什么自己洗澡？你去叫小迪养你啦，推给你们自己的神推，这个锅不能我担，我养不起大家。我养自己都有点困难了，还养大家。已经剪头发了，我剪很久了，不是吗？什么？我没有修。你说修头发的话，我没有修。我一动的就我的刘海，我每天早上都会动一下我的刘海。每天都要蹭光，太夸张。谁是七姨？好好讲话。你们是懂啊，哎，过年都不懂的嘴巴甜一点，今年想要好运都很难哦。怪美说要养我，你看我食量大，把你吃垮。Hello， 洋洋 ，Hello， 微积分大师，欢迎你回来。好运来。你是紫竹的粉丝哦，紫竹跟果果的照片很好看，他们出去，他们两个真的是美到爆，美哒哒。高丽菜好了，我来煎我的蛋。谢谢洛璃送的新年快乐，祝贺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万事如意，耶！差不多了，你知道，台语苦手，但也没有到非常的苦，就是还行，好不好？还行。Hello， 猫头，直播开睡衣趴，哇哦！十一头身逆天，已经超过了那个比例了，长太高。谢谢洛璃送的圆梦选票，有你们的就是梦想的开端。我们一起承载着美丽的梦想，一同飞翔。天哪，好像那个什么毕业典礼会听到的词。哎呀呀呀！差一点点蛋黄就破掉了，好险呢！再一颗，好溜。我可没有偷练习哦，这个。为什么我的蛋一颗的蛋黄比较红，一颗很黄啊？他们是不同妈妈生的吗？励志语录。单手打蛋吗？我应该只会，就是你懂，看过乡土剧的话会听过恰恰，应该只会变成那样。我们等一下来写红包袋。今年一直想买漂亮的红包袋，但觉得
还是手写的最对味。所以我决定了要手写红包袋。我昨天还去买红包袋，那种就是普通的红包袋。好，盖起来。爆菊拳，重点包多少才不会告诉你们呢？这是秘密。秘密就是不能讲。我怕印我的照片不行呀、啊，包神写真，而且恭喜发财，被揍死。然后还比你们早拿到那个过年的那个神写真，然后还包进去，呼，它爆炸了，撒盐吧。胡椒粒，我没有不要啊，我要啊，我给我的家人不行吗？我不能给我的家人吗？哈，是你们问包多少？我跟你们说秘密很正常吧？秘密懂不懂？秘密，嘘，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，都可以说出去啊。很久没打传说了，也很久没打那个了，打 low M 了，都是姜饼人的错啦。姜饼人实在太好玩了，今年又刚刚早上抽到了那个，他现在的那个什么妖狐饼干吗？嗯。不要可以给我，我像家人说你纸笔拿去上网拍卖，就是你们的红包钱了。谢谢洛璃送的爱心小蛋糕，谢谢。谢谢洛璃 ，Hello 罗侯。我说他们不要，什么手写红包可以拿空的哪里？谢谢淡蓝色的忧伤送的告白气球，不要忧伤，不要忧伤，有我就不忧伤。谢谢博弈送的新年快乐，还有这操作，当然聪明吧？看我这小脑袋，机灵的呢。哎。100块底标，怎么觉得好像有点少？嗯，我手写红包袋不是应该从777块开始起标吗？啊，怎么可以用100块呢？荷包蛋大师就是我，可以封我这个封号。不好意思，又要洗碗了。七刷起来 ，Hello 浩浩，你好吧 ？Hello 福福喵。接受洗手槽里一直有东西，我会生气，我会觉得这样就是很乱。
我觉得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家很小，所以我不能接受东西乱放，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吧。真香，两颗蛋，对啊，想吃两颗蛋不行吗？双蛋开局。我是不会懒的，我是不会懒，可是我不想要一直看到洗手槽有东西。吃完不要再洗一次，对啊。有人会觉得我这样很，就是多此一举嘛，一定要先洗这样，可是不行，我就是不能接受我的厨房脏脏的，脏脏的不行。我不管方不方便，我只要我喜欢。瞧个脚架啊！其他我喜欢就好。好，两个不太矮啊，好吃饭好像还好，我都觉得两个好像太高了，算了，啊，过去，嘿，啊，果然太高，嗨，那是我的包包，那是我最大的包包了，最大。我再朝下面一格好了，还是就底啦，哎，怎么弄？嗨啊，夹到自己手了。什么 ？Clubhouse 没有，目前还没有开始用。但我朋友有给我邀请，但是我有点最近有点懒。怎么机器有遇到比他高的物品？什么鬼？吃饭。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王国。你看我的王国越来越漂亮了。美美的。最近都是这样子一直在刷，逼他们做工。服侍七七，这是你们的愿望吗？那刚刚好像就已经达成了。什么？阿青不是每次都是吃播台吗？对啊，因为都是中午的时候播。期待生写真的业配照，没有问题。包租居满意呀、啊。满意的话，记得多支持小的，好吗？我需要大家的应援。乱讲话。Hello， 吉江。主播吃播，主播正在吃播。好饶舌，嘻哈。Hello， 凹口油，上班加油！是要出门还是什么？那就是骑车小心。记得人好都是骑车。Hello， 阿龟，亚树回来了 ，Basaki， 已经真顾无剩啊，就顾无剩。哦，大家会听到一个就是，很像煮热水的声音，那是我的空气清净机。最近觉得
空气的这天空的能见度有点低，所以就开一下，不知道是雾气还是什么，就觉得能见度有够低。汉服接着女仆装，那个是甜点，不是女仆，女仆是黑色的。吉姆、拉姆都穿黑色的。谢谢儿子酱送的告白气球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雾霾蛮严重的，那是我的仙气。哇塞，你很会说话呢。看来还没过年，你就已经吃了很多甜甜的东西咯。音乐盖掉了，我刚刚又转小声了，应该有听到了。谢谢耳机上送的麦克风，谢谢。我是空屋哦，哇塞！刚刚还夸奖另外一个人很会讲话，结果笑就是结果啊，古早会直接这样让我就是受重伤这样。我该去搭那个救护车。谢谢玉安送的玫瑰，看不到二十公尺，你太危险了吧？还好我都不骑车，只是其实是我不会骑啦。捧起来塞下去。去淡水完全看不到对面的，我去淡水的时候也很雾，太阳都雾雾的，还是有阳光啦，就是还是有那个很美的光线在，但是就是雾雾。认真在经营我的王国，它太美了。今天早上其实蛮早起的，今天早上大概8点多醒来，然后一直睡不着，我就开始经营我的王国，把它改装成这个样子。有油条的在这边，可以可以。Hello， 小猪耳朵，凉拌猪耳很好吃耶！突然很可怕，凉拌猪耳很好吃。然后小猪耳朵进房间，吓死他。空屋吸太多真的变仙气，那是另外一种仙哦，不要这么仙，太仙了，吓死人。抱歉，我点一下我手机按到音量键，其实我想要充我的平板啦，太操心自己的王国睡不着，才不是嘞，才不是呢。猪耳朵卤味必点，很好吃。好啦，给大家看我的午餐，很可爱吧？我现在你说王国吗？我的王国30等了，它有点延迟哎，为什么？拜个早，新年快乐，麻薯二号。麻薯只有一个，所以你变成麻薯二号，聪明哦。我不是国王，我是皇后，我是皇后区的皇后。我的手机就喜欢跟我开玩笑，都喜欢让它变，就是会有点累。为什么你是半夜？谢谢专情的我送的红白应援棒，其实就只是普通的高丽菜啦，也没有到特别的美味，而且盐巴其实蛮少的，所以是几乎是吃原味啊。那若里上的比心，还有应景祥主播，哦，是女王啊，嗯，原来如此，我是 Elsa。女王纪元，感觉是什么新的游戏？北美啊，辛苦了。那现在是
几点啊？应该蛮晚了吧？要不去睡觉啊？一起吃，要沾一点蛋黄。你看，沾一点蛋黄，感觉很好吃，还在滴耶。好好吃哦。我也看我，好了，十点半还行，还没有到很晚。那你十二点前就要睡着，睡去睡觉咯。你要不要健康？虽然我一直办不到，但还是希望你们有办到早点睡这件事情。厨艺很好，没有，只是等一下，高丽菜跟荷包蛋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厨艺吗？我知道蛋炒饭是越简单越困难，但是高丽菜跟荷包蛋不算吧？这算吗？不算吧？两点算早吗？不行，尽量早睡嘛。好，谢谢你哦，这是打算采取我的建议，有采取我就很开心了。还有德提，还有 Rix， 多喝咖啡就不会抢睡，不会，我要是睡死了。我超喜欢喝咖啡，然后我都会再加一份浓缩，所以咖啡因对我来说几乎没有用了。好吧，但要真的很漂亮很难，只要加，你一开始就是火转中。中火，然后加油，再打两颗，只打一颗蛋，之后感觉就是快要，就是底层应该已经熟了之后，你就可以加一点水，然后把锅盖盖起来，然后把火转成中小火，这样子它就是一个完美的半熟荷包蛋。蛮喜欢喝美式，美式跟哪里 ？Espresso 倒还好，因为它不能慢慢喝。嗯，加油还是加油，可以到了，可以试试看。我都是这样，因为我喜欢半熟的荷包蛋，我不喜欢全熟太干了。火候还好啦，火候的部分还好，不难掌控的。对，我不喜欢全熟的蛋。阿如今天怎么了？今天荷包蛋会不会是他们的第一堂课啊？欢迎耳机讲回来了。是在聊聊过，很久很久以前，金固一景永驻的团说，大概我18岁的时候吧。嗯，吃牛排的时候，不能接受他把我的蛋黄戳破，我会很难过。馒头蛋加上起司，然后加吐司。不过只要吐司夹蛋，我就觉得很幸福，不用夹起司没关系。啊，好美哦！嗯，都是蛋黄。还有 CJ1103，我现在还找到超过18岁的大哥。有联邦 TW 分享，对啊，现在吃播没有啦，不是因为现在是午餐时间，然后我都中午开，所以我都会吃午餐跟大家聊天。
野莲帮种的枫叶。嗨嗨阿龟，我是长得像十八岁，但我的内心是非常的成熟的。谢谢痒痒送的小浪花，感恩呐、啊。最近没有新增什么音乐，好难过。看看他们推荐的歌单：二次元动画、华语流行、韩国流行精选。IU 出新歌，我们听 IU 的歌。我喜欢 IU， 好饱，突然觉得好饱。十八加就不要，不要帮我偷偷加六。谢谢点点头送的爆竹，阿 U 赞赞，我也觉得。什么？国树今天也吃了糖。意外刷到吗？因为我平常在家就会听 IU 的歌，所以他会自己跑出来。要不要吃哈密瓜？你说那个吗？要不要吃？我们之前在练舞教室玩超久了。K-pop 很少听，自动推荐给你。可能 IU 的太好听了，就算不听 K-pop 也会推荐这样。包你喜欢，包你满意。看到狗狗狗狗狗狗。今年过年不能吃太多，因为要接着 reset， 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减肥。吃面，我很喜欢吃我阿妈做的干面，很好吃，加上阿妈的辣椒。Hello B， 这个是高丽菜跟蛋，荷包蛋，半熟荷包蛋。明天玩哈密瓜玩得很开心。不是啊，因为水肿这种东西不是这么快就能退的，所以需要一点时间，所以就是也不能吃得太放纵，因为阿妈家用的调料一定会比较重，所以就是很担心很水肿这件事情。拜拜，是亮亮吗？叫一四，你好吗？拜拜，下次见。没事，有吃到就好。有吃很重要哈，今年想要吃炸年糕。我没办法不吃盐巴，还是吃，但是没有吃这么咸，因为阿妈家，你想酱料啊，然后卤味啊，就是各种火锅啊什么之类的，一定都是很咸很咸。烤箱脱水，去健身房的那个烤箱太哈口。
点点。还有刚刚，不会弹的人是没有糖耶。看一下最后口最美味的部分，蛋黄，纯糖类稀有的酥，没有，就是过年才能吃啊。对我来说，这就是过年。给我家肉肉，把饭菜放你碗里会怎么办？就吃啊。但因为我们家都知道我需要管理身材，所以他们不会一直硬逼我吃很多东西。像我们家饮食习惯都因为我改变超多，觉得很死里马塞。这样子盐巴变得比较少，然后变得没有那么爱吃，就是白米饭，就是没有那么吃那么多白米饭，吃菜，吃优质蛋白质比较多。真的是你家？你说我家的吃东西的方式吗 ？Hello， 本丸梅子。Hello， Vance。然后我上次不是有回阿嬷家吗？因为阿嬷知道我没有吃这么咸，然后她的盐巴也减量。好吃。人家走养生路线吗？之前不是，现在是。我之前也不走养生路线啊。最后一口咯。啊！好，倒数第二口咯。没有，一次把它夹起来。吃饱了，多谢款待，好吃，喜呀哇塞的感觉呢。全家都吃素，我不用，我家没有吃素。我是吃菜配菜，没有吃饭。下午茶，下午还没到。饮食正常，多运动会很健康。对啊，我们家其实就被我弄成这样。可是我姐很过分，我现在不是跟我姐住嘛，然后她是一个很喜欢吃零食的人，是我家超多零食，很可怕。分享直播间，好，啊，一直把筷子推掉，等一下直播完再去洗好，我不然这样走走来来去去好像不太好看。谢谢分享直播间，突然啊悲伤，沙沙的奶，烟花盛开。塞进那个眼不见为净，不行，你终究还是要面对所有事情，就是你不能抱着就是逃过就就是好像就觉得没事了，你总有一天要面对，好不好？不可以用这种心态偷鸡摸狗，坏透咯。通通塞进肚子抹干净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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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可以这样子，太邪恶了。算是很想吃，但要忍住，好不好？忍住不哭，忍住不吃，忍住不哭，我要忍住不哭。我
望向天空，是吗？忘记歌词了。特别去哦，那种比较是那种有机食品行吗？不会，不会特别去那种地方买。这个烘焙房不够位置放，这是一个耐心的游戏。让我五个推至少三位是咖啡是什么意思？除夕在台北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要回去找阿嬷。Hello， 玄米 ，Hello Happy Love。回去找阿妈 ，Hello Kevin Ray。哦，你说咖啡师是那个吗？你说的是那个吗？那个孙雪珍吗？应该是吧。原来国树推了五个，自爆，避开桃园，直达台中，计划通。对，我买了车票。我一直很担心没有车票可以买，但还好，其实好像位置蛮多的。礼拜几下台中？不告诉你。我在玩什么？我在玩跑跑姜饼人王国。我买的是普通的，对，普通的车厢，普通车厢还有，所以我买普通车厢。呜什么？五个都是七七吗？怎么可能 ？Hello 阿呆。Hello 陈，才不告诉你我穿什么。你们都这么爱猜，我就喜欢看你们怎么乱猜。还有，我看的时候还有，我一直刷。是好跑，我觉得我需要休息一下。大胸吧，哈喽玉超，显传送的幸运四叶草，再过五分钟后我要重开直播，因为它就是有延迟，我不太喜欢。昨天是不是包水饺？是前天，我们的地狱水饺大赛。我觉得最，因为我包的都太正常了，因为巧克力他们说好吃，所以我觉得很失望。然后最我觉得最厉害的应该是麻油吧，因为他还就是自己怎么自己创新，他栗子馒头还加芥末，傻眼，可言辞可恶。公演车票哦，可以买了是吗？我不知道高铁什么时候开始开放，就是几号可以买到几号的，不熟。音音不同步让我觉得很神奇。最近头发没有这么蓬了，觉得很开心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突然又变不蓬了，可能最近湿气比较重，但还是想要去烫发根，因为我头发长了，其实长这么多了吧。香菜水饺，不喜欢香菜。我是不是不喜欢香菜，是不喜欢就是它在不正常的地方出现。对，
这我的正常是我的个人觉得正常的地方。然后那个水饺都会变成那个颜色。Hello， 五告拍假，喜欢这个长度绑得好看，你说这种小马尾吗？都很好看、啊，我觉得这长度还不错，是我喜欢的，就是可以绑又可以这样。刚以为是雨晴在唱 Good Day， 哦，对啊，我刚好唱两句，我只会比较会唱前面的部分哦，因为。不觉得歌曲都这样吗？前面第一段，副歌跟主歌会比较熟悉。泡菜是说，我也喜欢，我喜欢鲜虾的，鲜虾的很好吃。降临我都还没看，最近还是大家就开始争书豪还是那个什么，跟那个谁想不起来，三段高音吗？大家什么一次刷一排要不要挑战？真的吗？还没到吧？可是我唱超不超不标准，因为我完全没有。就是认真学过他的罗马拼音。是这首吗？哦，对对对。手机爆音，你们检举我怎么办？欠检举。Under my dream， 我还有一首很喜欢的歌叫 Twenty Three 吗？啊，这里竟然没有！我要加入我的 IU 歌单。哦，谢谢阿当送的麦克风。赔给我耳机，你们去找上面叫我唱的人，请他们赔给你。你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就是很穷呢，自己乱讲话，很穷呢。好啊，夜兔。Hello， 维文是点什么香蕉？杨雄出清，为什么要出清？我刚没看到，他很常要出清。苏俊，苏俊，苏俊，出镜，苏俊。谢谢冠伟送的比心。不要收入剪辑啦，我刚没有唱好，你不要把我没唱好的东西都放进剪辑。这样是不好的素琴，你要留的是我好的东西，不能留不好的东西。他在哪啊？那首歌不知道是哪时候发的。
哪一张单啊？找不到，历年精选。找到了，23。要有我的那个底线啊，不是底线，怎么讲？我的风格，哎，不对，我词汇量怎么那么少？一定是最近没看书的关系。傲娇吗？原来我是傲娇。任性no阿晴，没错，这就是我啊，原则没错，你很多人很棒，笑笑。This is me, okay? This is real, this is me. I'm this like when I'm supposed to be now.蛮任性的阿晴，原来你们是抖 M 啊！哎呀，哎，我是不是要重开？对，我先重开一下啊，大家就是等一下再重进，好不好？我先清理一下我的手机。哎，我觉得今年呢、啊，就是那我们录电台的时候，老师就说，哎，我们要不要自己写红包再开看？我说，哎，好像还蛮好玩的，所以我就去买了那个就是红包袋，然后还有一些毛笔。哦，发现这个口罩是超漂亮的，鹿港妈祖口罩，过年就是要戴妈祖口罩出门。我记得我有利口酥无糖薄荷锭，好像没有啊，有，跟大家分享，这是我的新朋友雨伞先生，我之前的雨伞又被我弄到不见了，哪有零钱这种东西。妈祖都叫我戴口罩。恭喜发财，那你可以抽吗？被抽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那个很像 Skittle 茶红糖，不够凉。买超多，因为我怕我写错。超选了，不行。什么三个月？哎，我上一次撑很久，好不好？但我觉得是因为我放在门口晾干，然后那个阿姨可能，就我们打扫的阿姨不知道这是谁，就收掉了。但我有一点不太想去问，没有，已经过蛮久的事情了。我觉得再去问有点哈兹卡西，有点丢脸。他觉得啊，这个人是不是很笨啊？雨伞弄丢了这么久，现在才问。但是我一直以为我放在家里，我整个翻箱倒柜都没找到他的任何的踪迹。Hello。Hello， 雨过天晴是真真，雨过天晴是真真。阿姨收掉，我觉得应该是阿姨帮我收掉，我猜啦。那个超可爱的，这个蝴蝶结，它是可以，它里面有铁丝，它可以自己凹的那种。
对啊，头发变长了，长超快。Hello， 白汉。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我买了30个红包袋，因为我很怕自己写错字。谁跟你说好？而且我擦口红、咬发圈，我发圈会僵掉的。它是香水红包袋，我没想到自己喷香水，可恶！谢谢酷奇送的新春灯笼，我还拿了这个我的纸好朋友，纸好朋友，有一些就是可以当废纸的部分，所以我拿来试写一下，好不好？试写，突然觉得自己好宅，这就可以拿来试一下，这也是，这都是废纸。阿晴诺百宝袋，这个还可以，就花色比较漂亮就可以。那这个是那个，这种猫咪的，留下来。这个也可以，这后面已经那个，拿来被我试画了一下。这没有超多纸张，地瓜叶试写一下。我没有。我已经很久没写毛笔字，已经不会写。我来上网估一下毛笔，哎，要怎么估啊？新年毛笔吗？还是太难了 ？Hello， 伏地魔，谢谢张学友我送的玫瑰。Hello， 北刀绿青，拜拜 ，Olen， 明天见。Hello，L。哦，今天晚上肉肉会来我家直播，所以我还是会在，所以看大家要不要来看，来看我们祝福语。我想一下，新年毛笔书法。贺新年，新年快乐！还有什么？啊，我直接收红包袋啊，对不对？红包袋，现在的红包袋都超可爱的。又不是今年要那个，好不好？我就自己，我就去买一些超可爱的东西。我写这给我妈啦，数钱伤感情。我妈会笑出来。谢谢风儿的追踪，数钱伤感情，尽量花。阿爸的血汗钱，那我写阿晴的血汗钱，妈妈还拿得下去吗？包给大美女，哎呦，我包的不是钱，不多不多，喜欢就好。哎，这很棒哎。你的最大包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招财这很普通，新年快乐也很普通，赏，赏一个字好像不错，赏春，好，包个弹推伤感情了。看看哦，还有什么？尽量花，血汗钱，女儿的血汗钱，朕的赏赐，朕给的你不能嫌。哎、欸，我会怎么跟你讲？对我爸妈，赏银随便花6666，红包来了！哎、欸，好多很可爱的，也受不了。小公举、女神、男神、宠上天。Hello， 弘毅 ，Hello， 伦哥哥，不够的跟爸爸要，好像可以。哎，不够的跟爸爸要，好像蛮好笑的。
钱滚钱，不够的跟爸爸要，我觉得很棒，这个还蛮好笑的。欸，蛮聪明耶。我看看哦，我的哎呦哎呦哎呦，笑死！最正仙女，雨晴大美女赏赐，这样太多字了啦，我哪写得完啊？我要奶奶、阿嬷、爸爸妈妈四个包，四包，旺福到，好年节。昨天地震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那时候我在看电视，我在思考我到底要不要跑出去。可是我现在想想，我们家这栋已经算很新、很坚固了。如果我们这栋都撑不了的话，那一定是其他人都不用跑了。Hello， 草莓酱。签名会用官方偶像签名吗？不会。而且我昨天还以为是我撞到桌子，然后他怎么了？我撞到还是我自己晕啊？越来越觉得晃，然后发现哦，不对不对，是那个，是地震。对啊 ，IU 出新歌，我刚刚听了，一直 repeat， 现在在放他之前的歌，都好听，喜欢。所以我们刚刚说不够的跟爸爸要什么？我来试一下，而且我买两款。金色跟黑色，而且它在延迟了，我都重开了，暂存都清了，还延迟，真是不给我面子。欸，这金色很贵，我觉得。好了，黑色其实也没有多便宜，便宜它30块而已，很斤斤计较。哦，这次没有警报，但我觉得我家还蛮晃，它有那种咚咚咚咚咚咚的声音。为什么你昨天在看电视啊？就在看电视啊？是没有睡觉啊？还没睡？来喝个水。要怎么用啊？大家可以教我吗？要打开吗？哦，要打开，跟我的自来水比一样。好，完蛋了，我拔不开。我做光疗，我拔不开。完蛋了！他怎么办？谁来救我？哎，打不开，牙齿咬，我疯了吗？把它嘟进去先，哎。哎呦，烦哎！我去拿个夹子好了。哎，夹子，玩的跟自来水比一样麻烦。伺候，就我拿这个我的拔眉毛的小夹子，可以吧？这不用嘴巴咬了，都吃到怎么办？我手上写个红包，包红包困难吗？就把你撬开好不好？撬开，哇塞，它很紧哎、欸！有了有了，我看到啊！喷出来了，打不开。哎，他跟我开什么玩笑？我手都黄了。哎，好像不是这样用哎，好像不是这样用。
这样弄哦，我弄错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把搞坏了，200多块。等下，他好像不是这样弄。等下，我再试一次。不知道哎，他没有下来啊。还是要把那个黑色的圈转下来，可是我刚刚整个把它笔芯拔出来了呢，谁来救我？哎呦，黑色的圈是哪一圈啊？它笔芯整个被我拔出来了，好怕弄到衣服。你看，它笔芯被我拔出来了，最好是这样，老板骗我。不行呢，谁可以教我怎么弄？我的手黄黄的。越弄越糟糕啊！对。对啊，刚刚把笔芯拔下来，不是笔芯。上面那个黑黑的盖子，但我拔不下来。你到了，我怎么没有看到？就看到你们出现。你看没有啊？一脸懵。哇塞，我可能还没写到红包袋，我就直播结束了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太认真，没办法回答大家的。再试一次他说的方法，把黑色的环拿下来。我手黄黄的了，最糟糕的黄手日。我完全不知道这字那么难用。好，我应该弄对了。我来试试看，就把它弄下来了。有了有了，感动哎！可是怎么从旁边流下来呢？有了有了，大家，有没有见证奇迹的时刻？他下来了，他静悄悄的来过。慢慢带走沉默，这是最后的承诺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太难用了吧？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，我们爱的没有错。先试写一下，它没有亮亮的感觉，它没有亮亮的感觉，没有亮亮的感觉，怎么觉得好像又被骗了？我以为我买亮亮的黄色，有金粉的那种，好像不是，它只是个普通的黄色。感觉它只是个普通的黄色，你看它写得很厉害，金色主笔中字，它没有很亮啊，你们大家看看，很好看啊，我刚乱写了。有点羞瓜的失望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下个会更好。我刚刚在找笔盖，
这种比你家以前有，是哦。嗯，好，这种还蛮方便的，我觉得。来挑战下一个黑色，转不开，骗我。我连笔盖都转不开，要丢金呢。好累。为什么写个红包袋这么艰辛啊？这是不练上半身吗？这个不是那问题好吗？而且我不练上半身也比你壮啦，我也比你瘦。生气，我现在脾气很差哦。不要跟我，不要吵我。好，转开，转开，终于。哦，就是它不是它不是那个问题，是它不好抓，因为它这个很滑。你们这群弱鸡，不要跟我讲话。有了，下来，还有感觉，有感觉，有 feel 了，有 feel 了。我要写给阿嬷晴晴的红包。他下来了吗？有，他下来了。有，他开始下来了，黑黑的。好像看不太到，嘿，有了，哦，好累哦，我已经累了呢，有了，终于，好，今天直播到这里，放弃写红包，累死。终于把两支笔都搞好了，要写什么？看一下，我刚刚有找。刚说什么？不够找爸爸拿。你知道，当你写毛笔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字怎么写了。好久没写毛笔字，这样看得到吗？新年快乐！不够的找爸爸，这蛮好笑的。啊啊，歪了！要这样拿，对不对？好难啊、哦！好难啊、哦！用画的这样，好难啊、哦！不知道怎么
怎么分呢？我的够这边太多东西了，没关系，就这样，不用写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试一张，我们怎么分配这个比例呢？不够的找爸爸拿。哦，这边应该写新年快乐啊，女儿的血汗钱，然后这边还要写不够找爸爸拿。应该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我们来先写女儿的血汗钱，先写个两包。女怎么写？女怎么写？好难哦！突然觉得毛笔字很难呢。毛笔字好难哦！小时候我爸会逼我写毛笔静心，然后现在他看到我的毛笔字，应该是直接哭出来了，好不好？直接忘记怎么写，还写得很丑。好难哦，女怎么写的好看？嗯。毛笔字，现在 Google 真方便，好不好？好，找不到，哎，哎呦，这个女很棒哦，她这个上海的女儿，这个女儿两个字很好看，我来 try 看，应该是 try 不出来，我只会被 try。这个毛笔不够粗，没办法这样做。哇塞，这什么字？怎么这样的？好亮亮！这是在画画还是写毛笔啦？谁救我？难过。电脑有书法字体哦。帮我写吗？不行，这就是心意问题。为什么要勾起来？这是勾起来是什么意思？勾芡吗？可以写简字吗？妈妈看得懂吗？简字比较简单，啊，越写越丑了。我大概有抓到他的那个感觉怎么写，他的小方仔，华康圈圈字体对，草书对啊。就是没有那么的怎么讲，不像平常的字体，可是好像比较随意耶。水烧开的声音，我现在很认真在模仿，你知道，任何的东西都是要从模仿开始的。大家，你有没有懂这个道理？啊，我的手已经开始在累了。还要勾回去，要勾回去，好不好 ？OK。我觉得 ，Hello 浪起来，谢谢你的追踪。我觉得越来越有 feeling 了。反正我有30个红包，有30个，就不用怕写错了，已经棒。
是算了算了，我想说是不是要打个草稿，但想想算了。啊，是不是有点难干啊？你看，它可以干吗？可以吧？它感觉很危险哎、欸。大家感觉出来那个危险的程度吗？就是它很难干的感觉。难干了怎么办？我是不是买错笔了？它有点难干哎、欸，大家看得出来吗？啊，以前的红包没有涂层比较好，其实啊，怎么办？但是难干也不会代表，就是不会是没有不会干吧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走过去一点，不要在这边挡路，我现在很忙。是女儿吗？想要加粗一点，感觉很。难干不是懒干。女儿的血和钱。哦，可是我不用写的啊，我写脑就好了、啊，对不对？no 怎么写？突然不会写日文，天啊！我现在连日文字都不会了，还好我有装日文。这 no 是长这样，为什么我觉得写的很丑？刚练的练超久，然后结果。那我自己写的 no， 女儿 no， 放着应该就会干了啦。有，它现在有微干的感觉，我等一下再补一次，因为那个亮粉真的是很不明显，它有一点点亮粉，但是很不明显的亮粉，是不是应该买最贵的那一种？欸、真的是血汗钱哎、欸！我受伤这么多次，我就觉得应该真的是血汗钱。没有很流血的感觉，你在吃草莓奶酪也太过分了吧？贴金箔，不好意思，我的成本没那么高。大家有写过红包袋吗？或者写那种写给家人这样？哎呦，我的汗越来越丑了，完了完了，钱没地方写了，就说要打草稿吧。好，我决定再写一张，好吗？我的钱还用这个。
我觉得我要再写一张了。我要，这是女儿 no 血汗钱，女儿 no 血汗钱，这是比较好。还没到要包个红家人红包的时候，真的没钱，真心没钱。好了，再试一次。那个金色笔不够的地方补一下，我就越写越好了，有吧？有越写越好的趋势了吧？还没帮我数剩下几个呢？你说没钱是存不到多少，还是身上什么东西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是在写毛笔字、啊，没钱是写错的部分，好可怕，好难写哦。女儿呢血汗钱，然后女儿还要画爱心。女儿呢？有吧有吧有那个对不对？那感觉了，有点感觉了哈。我跟你讲，我把这三十张写完哈，一定会有一张最漂亮。超废。我写汗钱要写小一点，抱歉大家看我的头皮。哎，我这个写的不错吧？钱这个笔画很难呢，金在两个那个，我钱写错，写得好丑啊！啊，我钱写歪了，我的血汗写得不错，但我的钱歪掉了。我决定呢，这个地方呢画一个画，哇，画一个圆圆的钱币。没有什么是画画带不过的，有没有？这样子是不是就没事了？这样就没事了。跟你讲，我这个人就是偷懒。我再补一下那个颜色。
我补个色哦。它这个是这支很没办法写得很均匀，可惜了这点。不然这个颜色如果再扎实一点，会很好看。可以吧，可以吧。太神啦！耶、yeah ！好，这个。欸，差很多欸，我觉得我越会越写越好。哇噓，我好棒，我好棒啊！换到手机了，录到自己的手机。还没写，但是我就已经累了。我不是书法大师，我写得很烂。这个写横的，女儿的爱。来了，写完一支笔墨水就变成好词什么？女儿的爱值千金。我越写越细，很不大气耶。这他是多少钱才买得到女儿的爱？有点难。你要先生个女儿，不然那也是别人的女儿，也不是你的，要自己生，自己生好吗？我要写那个我刚刚查那个的，那感觉很厉害。耶、
不用在那边端详位置了，直接来，希望不要事故。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这怎么写？然后撇下来，完了完了，感觉要事故了。好哦，然后再画下来是吧？等我点时间哈，拐个弯，我左拐右拐，跟藤原拓海一样，来个甩尾。好紧张，你看我，好累啊！这什么字？从这边出发，然后勾回来。好好好好好，我抓它的精髓。好，感觉比较不像爱啊，比较像瘦，哎，女儿的瘦，女儿会瘦下来，总有一天会变得跟骷髅一样。养女儿就是有得你受的，哎。这样写哦，我是学他写的，如果不像的话就投诉他，为了让他知道这是爱，好不好，帮他画两颗小爱心，这也是刚好而已，好吧，这是一个 bonus。 麻辣小龙虾怎么回事？ABCDEFG A， 我有天分， I'm so smart， Oh my god， 我不知道哎，对，这是爱，这是简体的，对不起哦，写那个写繁体文该会直接死亡哎。宝宝看得懂啦，我快不行了，累死了，才写两包而已。好吧，好吧，再试一个女儿的血汗钱，血汗钱还要再试吗？好像要哎、欸。Hello， 芋头，我正在写红包袋，但真的是蛮难的。我们来写个女儿爱你，这样还是还有什么新年毛笔书法？有没有比较厉害一点的？好不好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新年快乐。写多点，明年去用。我明年会直接去买。我再也不写了，我不这么搞纲了。虐待自己。再写这些字就能拿到红包钱，算很轻松了。不要跟我看，我要包出去啊，大哥！我也要包出去啊，大哥！
耳朵好痒，是不是人讲我坏话？很特别吉亚娜，特别的娜娜，吉亚娜。写个注音什么？这什么毛笔字？感觉超厉害的，用金色写，再用红，再用那个，再用黑色写，太高纲了。那我写个春，春吗？春。长了怎么办？完了，我写太长了。最后女儿啊，说什么要就是要我妈妈教她毛笔字吼，我还直接请老师，直接花钱请老师哈。春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好春哦，之前的好春哦。不用打死，太凶狠了吧？妈妈也太凶狠。有春吧，有春吧，有春的感觉吗？像卷吗？像春吧，就春吧，它是写作就是春字哎，春。春，春菇的春。为什么要写春呢？我要写阿晴的心意啊！我要写晴晴的爱，写给阿嬷晴晴的爱。我已经开始疲惫了。他真的这样写，我是照他的写，一二三啊，一二三啊，没有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一横，这个是起头的那个下，我只是写太长了，我要怎么样让它看起来比较那个，这样吧，这样应该比较不像了，唉，累了。累了，那是起笔的部分，大家真的是没有艺术感，偷骂别人。今年是什么年？鼠牛牛年。那我该写个牛才对啊。牛不是。扭转乾坤，后面的包包是什么？就是包包啊，是什么？是包包。牛长什么样子？来设计一下我的红包，这已经被我写满了，各种有的没有的东西。
牛牛牛牛，简单的牛牛怎么画？牛，再试一次。乱画，这是牛。牛，牛啦。手很酸，因为一边写一边挤那个水。牛不是鼻孔很大吗？对吧？然后还有那个鼻环。不然牛的耳朵长什么样子？我来查查看牛的长相。卡通？对啊，差不多啊，你们长得差不多。真的不像了吧？写个新年快乐，写个亲亲爱你。亲亲，好累哦，把粉丝画上去，谁说他这么坏？我毁了这一张了。这只水太多了，好难掌控哦！完了完了。
你怎么写啊？嘿嘿，我写的超丑的，这张被我毁掉了。我已经开始累了。啊，好难哦！我决定了，我要写一个牛，然后在中间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要用黑色的血。我越学越丑，再换一张。把它丢掉。再丢掉，好，再写一次。好累哦，我容易吗？这些小白兔送的花枝精彩，我已经累爆了，太难了。写红包实在太难了，大家，大家以后不要轻易尝试啊。春一个牛，再写一个情，好不好？有这么多可以选。开始越来越随便、随性的写了。玩这东西就是要一个感受，一个感觉。亲亲。他在乱写，我觉得都太长了。是，他好像要一个，再试一次。情情写的蛮顺的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这样撇，这样看起来像别的字。再试一次，我一定要设计出一个情字，哇，反正我还有很多张，我已经不知道浪费了几张了，可以的。又写坏了，啊，好难哦！忙忙忙忙忙忙忙，
啊，爱姑，我没有废纸了，我只剩这一个，剩这个写吧。看看我刚刚的怎么写，因为的旁边也是白，对不对？我是照他这样的写法的话。这样不像，但的可以这样写。好好，我大概有一点头绪了，有一点头绪了。我没有报纸，我没有报纸。是不是有人传讯息给我？爸爸又不知道去哪里玩，去哪里走走。好啊好啊好啊，我觉得很紧张哦。没有，我觉得很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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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可以。好，重点是下面，下面那个部分，下面的部分很危险哦。今天开比较久，没错，因为我在写红包袋，紧张哦。鼓一下，鼓一下。我很容易把它写坏，怎么办？啊！怎么办？我不敢下笔。我再也写不出一样的字了，我再也写不出一样的字了，就这样，累了。我需要 CD 一下。哇塞，这是一种艺术的呈现以及耐心的训练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，
真的觉得这张写得很好哎、欸，真的是在画眼线，这比画眼线还累。哇，真的是累爆。好，我有一张，我两张，一个女儿的爱，一个女儿的血汗钱，跟一个春，一个钱，以及一个牛，有这么多张可以选。好了，我来写一个给粉丝取向的，好了。什么老婆爱你之类的啊，太无聊了，来写一下。我觉得我越来越有 feel 了，应该吧？好累。写出兴趣了，一直忘记我只有设定大拇指。哇塞，很难呢！我放弃了。这个婆字可以写注音吗？老婆饼，写老婆饼。缘散。好羡慕那种写字写得很好看的人，我一直都不是写字写得很好看的人。我们不一样，写个我们不一样。来了，提笔了，会有猫，会有老婆吗？不会，老婆饼没有老婆。你们看得到我的血吗？不要变暗，我在看。真的很难嘞，毛笔字。很黄，反光跟看不见，好吧，没关系啊，你们家就看到了。
我开始在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，你知道吗？被 call out 了，先说明了，好，拜拜，明天见。这张拿去竞标可以赚多少钱？我的红包全都靠你们，没有了。开始默默去市集摆摊。写完了，我写完了 ，yes。哎，我这个是写的不错哎。Hello Lin， 这个五千竞标。好笑，今天到底在干嘛？我到底开到几点？一直不关。我写丑了。我觉得这支笔没有这么的好掌控。我觉得。我觉得那个什么金色的比较好掌控，很难写。谢谢送的爆竹。他就会看我写毛笔字。哎呦，那个字在哪？
傻，然后写很丑，怎么办？娘娘，我觉得我的德越写越顺了，我可以写十个德给别人了。血汗钱，我觉得这张其实没有很好看，你们觉得这张好看吗？我觉得这张其实有点丑。拜拜，要去忙了，快去忙吧。只是在写红包袋，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部分。好难哦，我觉得黑色的笔真的是很难掌控那个力度。嗯嗯，我一定要写的好看一点。我觉得我就只有今年会写了，明年我就去买了。好好的，干嘛用写的呢？突然觉得很后悔。可是女的上面那个不够大撇啊！啊，我知道了，哪里怪怪？我觉得我是这里的比例抓不好，这里的比例，就是我太写太上面了。哦，还好我买了30个，我想说买10个。写中文的德，我觉得我刚表现得很棒。看、啊，我的德越写越好了，应该还有15个。后面写血汗钱、哦，我爸妈越来越辛苦了，看到这样还怎么拿得下去呢？
我刚爱怎么写啊？找，再找刚刚的。老婆的爱的爱。拿的时候更开心吗？女儿的血汗钱的部分呢？有越写越好，我刚刚只是在小试身手，有吧？有吧？夸夸我，快点夸夸我！棒！你们的老婆爱你。给你们截图的时间哈，哎，没关系，你刚没截到的话，那就算了。开心。哦，领口注意，好，抱歉，太开心了。我有准备抱枕拯救我的灵魂。想你怎么画？直接放弃。我以为我没有把笔带。
这样可以画一下。好了，女儿的血汗钱之2020版本之后呢就没有了，只今年就是只出这一版，绝无仅有了。2021啦，写到累了，哇，真的树很累。这个也要写血汗钱。快写完了，好开心哦！再撑一会儿，我就可以写完了。我觉得我的血汗钱越写越好。书法不是在开玩笑的，
这些是坏掉的书法，应该有十张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哎，刚好十张写坏。哎，我也是里面害的，很会抓呢啊！收起来。完成了，看一下，我觉得这个红润太多还是太少了。乙类最喜欢的应该就是这个晴，然后这个春，然后这个血汗钱吧。这是给你们看的，老婆爱你。好，这是情。好，我要讲一下今天的排行榜，我累了，我要去休困了，天。天吗？不会不会，那个只是写好玩的，等一下就收起来了。好，我们来讲一下今天的排行榜，今天快三个小时，好累哦。OK OK， 好，第十名是呱呱，谢谢。第九名啊，不对，是日榜，日榜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要看的是日榜，对不起。第十名是启君，谢谢。第九名是淡蓝色的忧伤，谢谢。第八名是笑笑，谢谢。第七名是洛璃，谢谢。第六名是勇哥，谢谢。第五名是阿当，谢谢。第四名是心莹，谢谢。第三名是耳机江，谢谢。第二名是 Kusi， 谢谢。第一名是宫大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。那明天中午12点也会有我的直播，那以及今天晚上的8点有我的电台台日哈什么哈，在 FM96.9 轻松电台会有客座主持的部分，对，我们空中相会。如果没办法调频听的话，其实可以下载 Hi Channel App 就可以线上同步收听咯。那最新的12集内容都会12集内容都会放在官方网站，那大家都可以去看去听收听啦，收听。好，那今天就这样啦，拜拜。那今天晚上我会出现在肉肉的直播间里面，大家也可以来看哦。应该是晚上8点的时候，诶，是8点吗？忘记了。拜拜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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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关不掉？